再讲到这个戒恨，也就是讲戒行啊，他发得这个戒体，感得这个戒体之后，自然会护持持守自己身口意的清净。所以呢，秉之在心，然后会广修方便。这个不管在怎么修持的过程，时时刻刻都会检查自己身口威仪之行，最主要都是克制专从前圣，持心而不散。他一定就懂得是怎么成佛的，这个就是戒恨。所谓的戒相就是展现于外，随其持戒，成就威仪之行，则一切举止皆如法，美德光显，称为戒相。那为什么这里要跟同学提到这个点？因为心经啊，你以声闻来读也可以证得涅槃啊，也可以证得解脱啊。你以缘觉来读你也可以自在啊。你以菩萨来讲，就是后段的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就讲菩萨了。到最后呢，得证涅槃，那是讲毕竟涅槃。那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如果你没有进入实修，那这些话听起来像一阵风。那如果你真的你懂你每一个当下的这个出发心呢，你每一个当下你在基础于什么样的清净利益众生，你就可能做了正确的智慧的抉择，而做正确的事去利益众生。梵网经啊，对于十众四十八轻的这种大乘戒而言呢，这个是大乘菩萨戒。比较之下，四分律啊所制定的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叫小乘戒。这个论点是在分别功德论里面有讲，给同学做参考，但是不能诋毁声闻戒哦。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你开始持守的时候你必须真的这样做。这个分别功德论里面讲啊，声闻加戒，为什么用声闻加？因为是在僧团里面的，过去的僧团并不是像现在门开开着，你随时来来去去，我要来供佛的供佛，我要给师父参访，问几个问题就问几个问题。以前的这个寺院比较远呐、啊，那也一定有一个时间，作息上面比较严谨啊。这里面讲声闻加戒。欲若膝上花，动则结散。大事戒者，欲若头插花，行止不动。他说：“声闻家，声闻纯，自己整个僧团范围里面的戒，就好像一朵花放在你的大腿上面。当你一动的时候，这个花就掉了。”但大士戒就是大乘戒，大乘的菩萨戒，就好像一朵花插在你的头上，你再怎么动，这个花不会掉落，还不会松散。为什么呢？小乘简行，动则越移，大士领心，不拘外轨。他说小乘戒它简则就是在于你表现出来的这个相，所以它最主要看到你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戒相。你一动了，
在这里面的规则里面有不被这个戒律所规定的范围里面动则越矣，就超越了你应该有的威仪了。而大乘领心呢，大士领心就是大乘菩萨，他是起心动念的这个心呐，他是安住的，他是看明白的，他走过这个转折，刚刚讲这个转折，所以不拘外轨，他不会局限在所显现出来的这个规则，并不是他要犯，而是开车吃饭里面的因缘，这个因缘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啊，所以他不会被这个绑死，所以大小犯义故，以行心为书。所以大乘小乘的戒，它的范畴，它的差异性，就是一个以行，一个以心作为它的区别。那为什么说修行人他必须真的懂？现在回归还是要赞叹声闻戒，再来讲这个转折处。因为当时世尊呢，世尊的弟子，以现代的人来讲，就是各种身份都有，最大的一团，就是最大的一堆人，就是皇宫里面的这些王公贵族啊，这些呢，在天底下。有的时候王法在自己的心中，在自己自己的尊贵里面，有若干若干的开源，要检核到这么微细的点，除非就是让你回归到什么都不可以，你只专属在某些状态才可以，细细的规则就是为了让你从那么多的杂染习气里面呢收回来。当然里面呢三教九流，以现在来讲啊，不管你是哪一种身份，哪一种职业，你是年龄如何，如果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这有检责法，那你都可以出家。但这过程里面难免夹杂着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那不相容之处很多啊。所以戒律啊，威仪来讲啊，它里面一定是让它统一好管理制度，而每个人的行为举止有一个准则。所以声闻戒对于要修行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你开始要进入到修行的过程里面，如果这个准则都没有，那差异太大了。我说五点吃饭，你说我九点半才吃饭，做早课同样是早课，你要爱唱，你四点半起来唱，我七点才来唱我的，你知道意思吗？我今天不爽快，我今天心里不畅快，或是身体不愉快，就有很多很多你太多的理由嘛。那声闻戒在这上面统一规则，那在什么样是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说正确的话，和的时候，那如何彼此之间有个长幼有序嘛。那到菩萨戒的时候又不一样了，这里面的差异啊，就是要讲到修行的开始。如果你从乱七八糟或是最适合你的那种生活模式到僧团，你必须要相当时间进入世尊所规定的这些戒律，你学习学习之后，你的身心宁静下来，你不会对外 有所想法跟攀援，而且同时还加上你该修行的这些法门四念处很多啊。这个道法
就不再重塑。那你到你在自己的修为里面一定会简单明白嘛，这是通通放下的时段，它并不是提起的时候啊。当你通通放下，一定会有证得空性，就是了解你这个清净的体性，它原来是没有杂染的。所以当你体得这个之后，你自然会转个弯，会去看到好多好多的众生，自然会发得清净的菩提心。这个时候就会对于什么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回答，有了一番新的体认。比如像我们戒律里面呢，你走路就只能看前面几码的地方，觉得男众跟女众不能四目相对呀、啊。现在你不给他对叫没公平，对不对？你跟人家讲话这样闪烁言辞，闪烁你的眼神，就变成心怀不轨了，没有直心了、啊、对不对？现在是不是要直瞪瞪的？但是你可不能发射那种错误的讯息，那变成勾魂蛇魄，这不一样时代啊。然后呢，在这个出家人的修行里面，戒律里面呢，还有一条，这个听听就好了。所以有一个比丘尼，她实在长得太好看了，太亮眼了。她去托钵的时候，都会引起人家好多好多的遐想。而且如果比丘来教戒，因为半月半月诵戒，会请比丘大德来教戒。他这个比丘大德看到这么亮眼的比丘尼，有时候心思会晃动，还是凡夫嘛。于是当时啊，就佛陀就有这个开源了，就说他不用出去托钵。比丘来教戒的时候，有别人听了之后再转告他，你不要让他去见比丘，就要让他做一个区隔。因为他实在长得太好看，太迷人了。所以这个上面，如果你是长得这个样子，声音又真的非常之，怎么讲，软的、啊，这个你又如何开口呢？因为以体性上来讲，不分男女啊，得到得物的机会，大家是均等的，对不对？那你会看电视？去爱上一个异性 的法师吗？那是自己有问题了。那这个上面呢，佛有讲哦，好，修行开始还是一样，是声闻戒的。这个三句境界啊，是大乘僧跟俗通行戒，也就不管你是在家出家，三句境界是大乘佛法、大乘菩萨所要受的、受持的戒。这个大乘的僧众开始还是规定先受摄律仪戒。摄律仪戒基本上来讲，就是舍断一切诸恶，含摄诸律仪之止恶门。这里面呢，总归来讲，以出家人来讲，那就是我们的出家戒。那在家也是有摄律仪戒啦，五戒、八戒、十戒，这有的是在家人也有受的。总归来讲，就是可以分别解脱戒、定供戒跟道供戒。那这摄律仪戒就得先受，然后之后呢，之后在总受三句境界通受，也就是摄善法界跟摄众生界。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世俗攀缘的心
你不知道先把它厘清，先证得你该体会的这些，然后一进到僧团里面，我就是菩萨过来，我要度众生，空不掉，攀缘，拿了也不知道什么叫犯了，说了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行的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戒法，所以一定三坛大戒，一定是先沙弥沙弥尼戒，再来具足戒，就是比丘250条，比丘尼348条，之后呢，登坛的时候，最后才是这个出家的菩萨戒。那这个菩萨戒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主张去传授？是因为智者大师。这个智者大师啊，他用法华开显的精神，他就采用梵网经里面的三句境界作为做法传授。在中国到智者大师把这个主张提出来之后，在公元819年才开始真正有受这个圆顿戒，也就是菩萨戒，这个叫一乘戒坛。这个菩萨戒他讲的这个戒法，你这个戒法是通行于在家跟出家，最主要是以利他为主旨，就是度化众生，利益众生，这个戒体一得就永不失去，一度受这个戒，你永远永久止恶修善的原动力就存在而不会丧失，这菩萨戒的精神。但是说实在，你要受菩萨戒之前，大家已经学佛很久了，甚至是不是有先受五戒，三规五戒嘛？你不可能没有受三规五戒直接跳菩萨戒的啦，没有这回事啦。所以他前行，他前面的这些功夫啊，这些概念是不是有完整？而且对于五戒持守来讲，杀盗淫妄酒，你要摆荡的心在杀盗淫妄跟酒里面就摆荡够了，而且到菩萨戒之前，你一定对于这十善业道有很明确的去感受到度化众生的必要，上求下化，对不对？所以这是在讲我们中国是因为智者大师，所以有这个菩萨戒。那我们在讲说这个修行里面呢，三句境界，这是大乘菩萨的戒法嘛？依这三种种类的戒法，三句就是三种种类的戒法，可以无垢清净，能够含摄大乘的诸戒，圆融无碍。第一个叫摄律一戒，刚刚有讲到，这是法身之因呢，因为我们本自清净嘛，那你因为造恶或是恶念恶行，所以不得显，所以要离诸恶，功成德现，这是在讲第一个叫摄律戒，第二个叫摄善法戒，也就是摄持一切菩提道戒，就是你会懂得，而且有这个意乐，你会知道本来就应该修习一切的善法，这不需要还有什么理由。所以修善门，这个菩萨所修的律仪戒，就是前面呢、你不是知道什么都不该做吗？止恶，到这个地方你会自己规范自己的身口意，而这些修行都是为了回向菩提，恒常都会清净精进，心不放逸，会守摄你的六根门，行六波罗蜜。如果你犯了呢，
菩萨戒里面，如果重罪你犯了，你可以重受；轻罪你只要忏悔就可以。这个是菩萨戒跟声闻戒的不同。声闻戒你犯了有一定的准则，我们有做法忏，你犯什么应该要怎么样的一种规范来去除你身心上面的这种罪恶感，然后才能再继续修行下去。这些它的重量不大一样。那对于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一定要强烈的有一个规范嘛。啊，那就不对就不对，它就没有那么多弹性跟空间。那对于菩萨戒来讲，你是自己本身知道对或不对，你这句要创啥，你现在要做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你这样做。这个对与不对不是别人来规范你，但是如果你是大魔的功啊，我这样做就对了啦，因为都对，然后一点点都没有经过那个转折，这个也倒是危险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迷糊，那个模糊啊，那种检核摆荡，任何人都有啦。没有那一下受菩萨戒之后，然后对那个基础的杀盗淫妄酒就完全如同不存在，没这事情。如果刚刚我们在讲这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世尊的前身杀害一个盗匪，各位你认为呢？如果没有给你解释他后来发展的整个完成版呢、啊？完整版，他这个杀业有没有？他有没有杀？事实有杀呀，他有杀。他这个五百个商人，如果他不参与的时候，这五百个商人会不会死？对不对？那就因果自负咯。但是他会在所有可能的契机里面去让你在因果自负的任何一个发展的时候去体悟，在还没有造作的时候给予你正确的讯息去转你自己，不是替你造功德啊。这个是不是菩萨精神？对不对？好，那这摄善法界要如法忏除，如果有犯的时候，那这个是报身因呢、啊？因为止摄修善，止恶修善，会成报身佛。那摄众生戒呢？那就更上一层了、啊，饶益有情戒，以慈心摄受利益一切众生，此为利生门。就是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到底要利益众生什么？我们来参参看哦。哎，师父师父，听说你有心通，啊，最近出多一支牌，这样有没有利益众生？有没有利益他家的钱？有满足他的欲望？可是却伤了他的法身。所以到底要利益众生什么？所有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帮助众生得毕竟解脱。他有物质上的缺乏，不满足他的贪欲，是为了帮助他能够度过。我们生命有一个基础需求点嘛，是帮助他能够维持生命，提起正念而好好修行，开发法身慧命，对不对？这叫利益众生。真的大家已经都会分辨了。所以这个饶益众生呢、啊，这个菩萨地持经里面有举十一种。第一叫众生所作诸饶益事，悉与为伴。就是众生只要是做正确的事，菩萨都在。这菩萨是大乘菩萨，不拘在家出家。你在出家人的话，你做什么好事我都在，
这不大可能啊，除非有分身化身啊。但是如果这个众生在做饶益事啊，这个因缘许可的状态之下，这个菩萨是在的。第二个是众生已起或未起之病等诸苦及看病者，悉与为伴。第三是为诸众生说世间出世间法，或以方便令得智慧，就是要帮助他得智慧。不管你是世间出世间，一定会转，转的让他得智慧，而不是在愚痴当中。第四，知恩报恩。第五，众生种种恐怖，悉能救护。若有丧失亲属财物诸难，能为开解，令离忧恼。就是让他远离恐怖颠倒梦想，跟那个忧悲愁苦的情形。第六，见有众生贫穷困乏，悉能给予所需之物，就是帮助他远离这样的困苦。当然这上面是 合理的。第七，得恨具足，正受医旨，如法续众，也就是如法如律的让大众一起来修行，这是菩萨得恨具足。当然就是出家人比较可能如法的续众，那以在家人的话，也有一些团体是菩萨道的精神的团体，但聚集大众就不一定住在一起，有的是活动型的嘛，那有的是可以大家一起生活的。这个第八是先予安慰，随时往返，己施饮食，说事善语，禁止非己，去来随物。这个是在讲说菩萨的精神啊，众生有需要的时候，你会有正确的语言去安慰他，然后必要的时候物质上去帮助他。虽然所说的还是世间的一些良善的语言，但是禁止非己，你要前进跟该进该退，这个进退之间呢，非己不是以个人意识，不是跟个人的关系跟个人的意识这样来拿捏的。他在这里面呢，去来之间呢，随物就随因缘，随这个现前的这些，他不是有个别的关系法或是喜怒。有的人他会有一个啊，今天心情不爽啦，我歪去啊，今天心情很好走，不是这样。菩萨道他不是这样，他是平等看众生，众生有需求是这样，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差异。第九，对有实德者称扬欢悦。真正的菩萨对有实德，就是有修行有功德的人，他会称赞，他会赞叹别人的这个修为，而内心是起欢喜心的，他不会嫉妒的。第十，对有过恶者，就是有造作过恶的人，慈心呵责，折服罚处，令其悔改，就是做错的时候他是慈心的呵责他，不是为处罚而处罚，那最主要是要折服，要降服他，让他知道悔过。第十一，以神通力示现恶道，令彼众生畏厌众物，奉修佛法，欢喜信要，深悉有心。也就是这个菩萨他会用神通力来示现恶道，因为这个众生看到这个恶好害怕哦，所以转而学佛。这是在华严经里面的有一段。这华严经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嘛。那有一天啊，大家就跟他介绍到一个国王的那个地方去参这个国王。他去到这个地方啊，就看到那个好残忍哦。那个国度里面好多的监狱，那好多人哦，就受那个很痛苦的那种酷刑。啊，这个国王啊，很残暴的，
就狱卒很残暴的，就是打这些，就是做错事的恶人。他这善财童子去到那里的时候，他真的摇头了。啊，怎么这个样子？叫我来参这个暴君呢、啊？他心里想说：菩萨不应该是这样吧？你要劝化众生，你怎么用这个酷刑呢？那空中哦，就护法龙天跟他说：你不要升起这种分别见，你好好去参访他。于是他就去了。那、啊、这个国王就带他回他的王宫，就看那个王宫里面的设备啊、宅舍，他一看好庄严啊。他就问这个国王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残忍的去伤害这些犯罪的人？这国王跟他说：那些在街上抢匪犯罪的人，是我用神通力变化的化人。我变化，因为这个城里啊，这个国度里面的众生啊，心都有很坏的习气、恶行啊，所以呢，我又变化很多坏犯人啊，做错很多事，然后被这些人抓来，这狱卒也是犯人啊，抓来之后严刑拷打，让他们判重罪啊，那些可以得救的人，他就会看到别人。这种痛苦的责罚而不敢再造作，这个就是菩萨神通力。修行里面呢，上次跟大家讲到的无苦集灭道，苦集我相信大家很明白因跟果的关系。那这个道就是我们在修行里面常常没有办法去实际啊如何操作而来得证而灭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跟同学讲啊，修行你还是回归你的原点。当你内心啊，对于自己行为的模糊啊，不了解的时候，以戒为依归，以戒为依归，你持守到你要帮助众生啊，如果我帮助众生，我这个戒就持不得的时候，放掉戒，帮助这个众生。你就会体悟，但是你不能不持戒，然后就为着要帮助伊啦。你连那个看到众生苦，就作为任何的理由，其实众生的苦是遍一切处都有的啦。但是他们危及他生命，他们危及他的这个生命，法身慧命。那他有没有在这上面啊、哦、跟你有某一种缘？如果说好，你现在靠近的时候可以为他说法，可以为他说法，然后在这上面呢有一些转折，这个时候不是说你放弃戒那条戒就一塌糊涂，不是，你知道开遮持幡，然后你会去做帮助众生的事，他一定是有那个因缘危及他法身慧命啊，这个时候是为了救度众生。所以这个菩萨他在修行里面呢，这岂是这个三言两语可说完的啦？这里面讲无苦集灭道，就是叫声闻成。你要回小向大，要超越，要超越你自己。但是你声闻，你好好修持，基本上解脱，这是一定会证得的。如果你这上面解脱都没有证得，行为在大错乱里面，就要行菩萨道。有些时候是有点危险的，会让佛法呈现的很怪异的状态，养成某种习惯啊，这个大乘菩萨啊，我得拢修心就好了，阿弥陀菩萨嘞，我拢修心，就是你行为错乱，该持的时候，现在没有命难、犯恨难，都没有什么难，也没有众生苦难，而你纵容自己
行为错乱，那叫大魔王。这样知道意思吗？这样会拿捏吗？会哈。所以那个菩萨不是自许，然后自己开给自己一大堆的开源，不是这样。那讲到这个四谛，当然呢、啊、现实界里面、啊、我们苦，人生会有感受到苦吗？那我们会知道我们每一个造作的缘起的时候就是在极，所以缘起性空，而你如法如律，那么就不急嘛，不是急嘛，那就没有后果的苦。那现在的苦就是过去带来的果，那你要如何用清净心去解释它，拿它来体会，那么苦跟急就变成道跟灭了吧，是不是就是一体的？那以理想界的话，道就是我们要是采取的正确的法门，这是断正的工具，就是要断所有的恶，然后正悟的工具。理想呢，就是它会正悟，它就是修道的目标。同学这样无苦集灭道比较清楚。那以一般修行，你还开始在声闻界里面好好规范自己，都看不惯那个大乘菩萨了，看不惯的啦，没有理，你没有在度化众生，你不了解，你不会了解那个实况跟因缘跟那个慈悲心。那你有度化众生的人在看声闻的持戒者，态度就是赞叹，一定要赞叹，毕竟戒法能够再留啊，留下来，戒为无上菩提本呢。这个戒法要传承下来，是非常非常三四个非常，一直讲非常我都讲不完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是真的真的不容易。所以佛法里面呢、啊。戒定慧是三无漏学，它会打无漏的一个基础，它不是说你可以直接抽掉戒就拿它定，也不是没有戒定啊，这直接慧就跳出来，那叫狂慧啊，非常危险啊。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了解啊，这个所谓的四谛啊，是修习佛道戒以入正得果的四种谛理，那跟十二因缘同时啊，就是同为佛教的基本义理。那以十二因缘啊，里面要讲啊，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最开始当然是无眼界，但是为了要破缘觉尘，十二因缘法嘛，啊，亦无老死尽，当然最后是无无明。那声闻尘是苦集灭道，那在苦集灭道的修行里面，如果说我们光是对于苦集灭道，什么叫苦，什么叫集，什么叫道，什么叫灭，这样解释就不知道它的发展性。天台宗对于这个苦集灭道，它有深浅不同的解释，这是延展，让我们对于修行的过程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向。天台智者大师啊，他是依圣曼经跟涅盘经，把这个四谛跟藏通别圆四教来作为一个整理。他说啊，藏教所说就是有生灭之间的事情嘛，所以观四谛因果确实有它的相状，这叫生灭四谛。这是我们众生在有为法当中啊，其实你为什么会修行，心中一定是有念头，有实质上的感受到相状上的，所以你看到生灭的世间现象，你要看到所谓世尊呢啊，就现在我们的眼前，当时的这个大众佛八相成道
所以看到成就了的世尊，也看到众生，所以业果。所以生灭四谛针对于藏教来讲，也就是声闻尘，对于开始要进入三藏十二部的基础理论的人来讲，就是很明确很明确的定义。那你说现在各位，你在不在果上面？在哪一种果？哎，哪一种果？苦果啊？有没有菩提果？有，也有啦。哎呦，证得了吗？这遥望。所以你有没有生灭？还是有生灭啊。可是那你看，可是在生灭的里面，你会不会发现这样不够完整来解释四谛？如果佛只是要框住告诉我们实相里面的生灭，那我肯定生灭就这样子而已吗？不是。所以告诉我们要从生灭现象中看到无生灭，那就是菩萨转出来的角度嘛，就已经不是声闻了。那这个时候通教菩萨就于因缘法来看诸法即空啊，所以它是无生的。那观四谛迷雾的因果都是空无，所以无生灭，这就是无生四谛，这就是在延展出来。同学现在懂不懂无生四谛啊？懂不懂？懂啊，有人点头啦。你现在苦不苦？现在对苦的解释会那么单一的苦啦，这就是苦，卖供啊，会这样吗？不会。现在苦是不是会转？苦是主观觉受，逼迫性，是我逼迫我自己，对不对？那被环境所逼迫，其实这也是自己的选择。哪一样不是你自己的选择？你选择，你选择了你所有生命的步骤，你选择了你所有的语言模式，你选择了你的思想，你选择了你的行业，你选择了你的父母，一直推回去嘛。当然你选择了轮回。那我们能不能对于别人的轮回有所帮助？那都是要尽量往后看了，但是你对于每一个现况而言，已经了解这诸法无自性嘛，对不对？来，所谓强调讲到啊自性清净，那是在讲说它无自性，它并不是有一个所谓什么样的我在主宰这一切。所以呢，自性清净就是在讲它空嘛，就是在讲它毕竟空。所以你又讲说，诸法无自性，然后就想自性清净啊，不是又有一个自性，然后有一个诸法无自性。其实他讲的是同一件事，就是毕竟空的意思。好，那这个无生四谛呢，慢慢你在修行之后，你会发现没有真的生啊，也没有真的灭啊。啊，这个生灭生灭就介于啊始末始终对待关系嘛，但是变异。就是成住坏空生住异灭的过程里面，那一种始终对待关系就叫生灭。那如果说你放掉始终对待关系的这种坚持跟执着，那看到每一个当下每当下现前，你就会发现所有一切是无生灭的，所以就是无生四谛。那在看每一个当下的时候，你是不是每一人事物的相状皆有一个处理相应的解脱办法？那这个相应的解脱办法就是菩萨在修行实践菩萨道的过程，会发现有无量的四谛。你今天为什么是一个女众生活在台中市，你为什么居住在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身体结构？这里面就有几个四谛。你为什么是女众？就你的因缘法。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依报环境？有你以前的因缘法。你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思想？这里面又有好多的因缘法。
那这些结构出来要解套于你是女众，要如何转为大丈夫？讲过修行对佛法的直接修行，忘却男女相别，而能够出世间，以空的智慧去看所有的一切，理解佛所说的无生灭的道理，了解佛性，自己本清净，一直安住在这个正念当中，这样叫大丈夫。这样就是大丈夫。佛解释大丈夫是这样解释的，他不是说因为你身为男众叫大丈夫，你身为女众叫女丈夫，他不是这样讲。所以我们会发现，你要如何破除你的男女相别，有一个自己的苦集灭道，就是有个道法来破除自己的这个因缘。那你今天为什么有这个眷属关系的依报世界？你每一个条件有每一个陷阱或者每一个瓶颈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个四谛？所以要度化众生，有无量无边的四谛法，对于自己生命的问题的这种解套圆满，也有无量的四谛。所以观一切因缘都是因缘生嘛，有无量的差别，所以四谛也有无量之相。你在实践的过程，你就发现法无定法，那每一法都不离开清净无为无生灭的这个道理。所以你有多少你生命里面的瓶颈要圆满，各个不同嘛。那学习到某种程度，他就会自然明白，你会明白自己在什么样的状态，而要怎么去处理它。那我们还没有办法这么明白，当然就是要依凭的佛所说的办法，还有你的善知识告诉你的办法。但是告诉办法是他给我一个法门，就给我一帖药，你熬来吃了吗？你用了吗？自己如果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生命的无量四谛，你没有经验值啊，你又如何来学习法门无量誓愿学来帮助众生？所以任何的烦恼，当你能够真正的去测见照见了哦，然后转烦恼为菩提，相信你的限量限证的这个资粮，那就不是任何人可以代替可以给予的。那生命有很多很多过去的经验，有些是累生累劫都有的，那有些是经验过的，有些是还没经验过的。我相信贪嗔痴慢疑每个人都经验过是吧，杀盗淫妄酒每个人以前都不曾好好守过。但是这些呢，真实的所谓界内界外恒沙无量差别，说差别真的是差别，那说总说也就是佛法里面也总说了。那要当一个菩萨，他一定要自己真实的修正过，他不是小乘的独善其身而已，他修正的同时就回向无量无边，回向得证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是与众生共享，也能帮助众生的。你没有当一个走过的人能指导吗？你可以下指导的办法吗？其实困难的。当然佛有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经论里面呢，佛菩萨的对话里面让我们有很多的比对跟了解，但那个比对跟了解这空泛的停留在语言文字里面是危险的，
前一阵子有两个人吵架，那我就跟其中的一个人说，你应该把话说开。那我干嘛说啊？我不觉得有应该说，有必要去解释。我说不对，姻缘它没有永远是那个样子的，要圆满的时候你就得承担，不是切割。对不对？这样听懂吗？但是承担跟度化众生的时候是无苦集灭道。啊，那个道呢是自然的，是融合的，它既是六波罗蜜又是三十七道品，它里面呢也有不可